常有烧香的话，也要特别留心了。这是根据一个最新的调查发现，如果家里头常常烧香的话，这小朋友血液中的铅浓度是特别的高，跟其他小朋友来比较的话，而且呢，研究也特别提醒大家，这样含铅量高可能会影响小朋友的生长发展，还有智能的发展，家长不可不防。